由于肺炎疫情持续，学校复课无期，小朋友每日都困在家，又不可以出去玩，一定会觉得很闷啊。而有三个女一个仔的林盛斌阿 Bob 呢日就在社交平台分享自己日前带了四个仔女出街，去了深水埗探明哥陈卓明。阿 Bob 仲 po 咗张合照，话每年都会将小朋友收到的利是钱捐去不同的慈善机构。至于呢次探访明哥，就是打算买饭票帮助老人家和基层人士。不少网民都大赞阿 Bob 以身作则教导啲仔女，连陈志尧、黄浩然等圈中好友都有留言赞好啊。